译者陈丽妍综合报道。备受关注的双宋宋仲基、宋慧乔婚礼于今天台湾时间下午三点在首尔星罗饭店的迎宾馆举行。曾和乔妹宋慧乔合拍华语片《一代宗师》的中国女星章子怡以及姐妹陶崔智友、金喜善都陆续抵达婚礼现场，稍早将为师兄弹琴祝福的朴宝剑也已现身，现场犹如星光云集的星光大道。朴宝剑翻摄自 News 一。此外，曾和宋仲基合作过的好友刘雅仁、朴宝英、黄正明、金敏熙、金智媛、童星金秀安以及综艺节目 Running Man 班底金钟国、哈哈乔妹的师弟朴炯植也抵达迎宾馆，现场星光熠熠。金钟国翻摄自 Star News， 哈哈左翻摄自日刊体育，刘雅仁翻摄自 Knockout News， 章子怡翻摄自 News 一，金秀安翻摄自 Chick News， 金智媛翻摄自亚洲经济，朴炯植翻摄自 Knockout News， 金喜善翻摄自 Tipod， 金敏熙翻摄自 Star News， 黄正明翻摄自 Star News， 朴宝英翻摄自 Star News， 崔智友翻摄自 News 1。